我個明哥傾下偈先啦。林家令到有十間電影公司一齊拍部電影咧，係一件非常非常艱難嘅事情。所以問下呢件事嘅起源係點樣嘅咧？起源好簡單嘅啫，舊年係曾志偉打電話俾我，係咁佢話演藝人協會要籌款，需要3000萬，佢個袋條好巧，好簡單嘅啫，揾十間公司，每間啲300萬，咁就搞掂啦。咁佢話我第一個打電話俾你，你點睇啊？咁我哋總關照我。我真係要支持啦，係咪？不過後嚟跟個九間係佢單位，我係支持第一間支持。唔係呢個咧，黃生咧就我希望大家即係借助大家隻手俾啲掌聲啊！出錢咧就係啦，有錢佬出錢啊，大家都知道嘅，仲要出錢又出力嘅，真係唔簡單。咁係佢出嗰陣時間差啊嘛。黃生唔正事啊，就真係一口答應，幫手打埋電話，第二日就晨咁早。出埋跟住仲讀劇本，跟住揾誒仲借埋個寫字樓，借埋啲仔，借埋啲女，借埋一家人冚家出嚟幫手，真係呢支鑊真係冚家。咁就咧，亦都係要多謝我哋真係奇遇嗰間電影公司，亦都係我初初以為我要花一個鐘頭打電話，但係真係唔夠15分鐘咧，一打啲電話咧，全部都係應承曬。呢個亦都係可以覺得話。大家對大家嘅同學嘅同業咧，大家嘅支持，即係再一次多謝曾偉十間出嘢。Thank you。咁啊，電話一個鐘頭唔使打，咁由拍攝到籌備，總共嗰幾長時間咧？咁啊難啊，真係，真係咧又要咧慳，因為咧係後屘夾夾下咧，唔淨止夾300萬，大家仲要夾錢，攞拍埋部戲添。咁啊，然後咧就拍嗰陣時間，因為咧慳錢咧就。就借咗阿林國先生間酒店咧，就大家喺間酒店裏邊七組嘅人咧，就喺度拍攝啲演員咧，就走上走落啊，拍下啲組又拍下嗰組，咁啊工作人員大家大兜亂，咁啊希望喺最短嘅時間最慳錢嘅前提之下，嗰陣時又大家有疫情啦，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咧所有我哋 artist 唔使講啦，個個都唔收錢嘅，都要俾啲錢俾啲掌聲嘅。比收錢更落力，係啊！好孤獨得意喎呢件事，係啊，真係好感人啊，好感動啊！所有好多各行各業嘅工作人員咧，咁大家都係有啲人著量收嚟支持啊，咁所以成件事可以講話係天下計，齊心合力一齊去做一件亦都為我哋同行外國同業，即係大家都攞唔到政府嘅萬蚊喎。咁啊，喺最大嘅情形咧，阿古生咧就即刻咧就發放咗俾我哋啲。幕後嘅工作人員啊，咁樣所有人裝，再次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呢個時候都搶兩分鐘。